老师呢说，工地不要割得太干净，要留一些给穷人。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三位妇女的帽子。呈现了米勒最喜欢的颜色。北门国中是第二次办，然后在今年是主题是米勒。那米勒他是在法国最有名的、最伟大的一个田园画家，他的主要精神就是对天地的一个尊敬跟感恩。所以透过这样的精神，我们传达给孩子们，表达对在地的一个了解，他还一个尊敬也感恩。所以透过一年级的画、二年级的画、三年级的画来创作，所以想要借由这个画展，提升孩子内在的一个丰富的心灵。那也藉由这个画的精神，让孩子们对土地的尊敬。